人气团一波一波来，降低民众关怀意愿。但是天气冷，心血管疾病急救所需要的费用是大大增加。中寮真爱赛主会这次就特别来到南投关怀社来举办关怀活动，邀请大家在正月15到21号这段时间，会当做回来关怀。最近天气较凉冷，关怀的人数减少真多，因此中寮真爱赛主会是特别来到南投关怀社办理关怀活动，吸引袂少热心民众前来参加。因为我是快乐捐血人，我是捐血小板的，一个月来捐两次，因为目前全省都缺血哈，希望大家踊跃捐血。就是平常就有那个捐血的习惯，然后就是时间到了就跑来捐血这样。我都是捐500cc。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捐血过，但是我常常都很佩服一些人，出来捐血哈。那想很久了，今天真的是鼓起勇气，也希望说有一些人，如果说你的身体真的是非常健康，好，就是利用你还可以捐给别人去使用的状态之下，我也是蛮鼓励大家能够鼓起勇气来，好，就是捐血。中寮真爱赛主会会长蔡素金表示，目前是各种血型的血拢正欠缺，希望大家会当在21号进行这段时间，做会来到南投关怀社关怀。那我们这个捐血活动呢，是每年都有，这是例行公事啊。那个，像我们这次的捐血就是从，元月十五到21日，一共7天。那我们准备了有那个小礼品哦，就是500的就2袋，那250就1袋。台中关怀中心客委科表示，目前血库仅剩6天库存，因应医疗急救等需求，需要在过年前达到10天的库存，希望大家一旦踊跃前往各关怀活动关怀。记者陈世超报道。